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段银卡，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看到现实中的对手，就是咱对面一党啊，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国民党提名的，我提另外一个同事，我叫江启臣立委。江启臣是博士，是教授，条件真好。啊，伊讲哦，讲。伊个扛棒真大地哦，伊讲吼，伊个农民啊，这三字啊，我就超疑问啦。啥物叫做个农民？个农民，我一路伫个咱沙城咧游街时，我干了一个感慨，讲台湾的农业，爱新城地区，牛股、水果，吼、哦，甚至遮都是台湾足重要农产品。但是一路大部分拢是看到，咧做事的拢是四大人，拢是阿伯阿母，少年家真少。为什么？因为从事农业伫咧台湾真辛苦。啊，结果呢？大家最近唔知有看到电视新闻，还是看到报纸，讲咱这个政府呢，已经选举要到啊。我走去北京去跟人谈判货贸协议，已经谈足久啊！啊，你知影讲货贸协议即马两岸的政府甲政府都签字关键年会，各位知影无？因为北京政府要求台湾爱开放中国的农产品入来台湾。要求开放中国农产品到台湾来，结果呢，伊要投票要投啊，佮走去遐谈判，然后转来甲咱讲，佮有可能啊，要一步一步开放，甚至上届严重要全面开放。你也知影哦，即马中国大陆农产品禁止入来台湾是650项，645项拢袂当入来。如果伊个选举前，由国民党政府伫要耍，国民党被逼走去北京甲人签字，啊，然后呢，咱个农产品总开放，这是头一项。还佫第二项，咱进台湾的农业，因为咱农业技术真好，咱个品质非常优良，咱还佫有竞争力。伫台湾国内外的市场，还阁有在个生存。啊，万一中国农产品来台湾阁无打紧，恁那边外销阁甲咱竞争，为虾米？因为中国进真济农产品是用台湾的品种啊，那么都是用很多是用台湾的品种，为什么那个品种从哪里去的？从台湾过去的、啊。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的岳父是什么人？你知道？我叫郭永吉，高雄人。郭永吉这几年在做一项生意，让全面的推动台湾的农业的品质，要过去中国，啊，然后呢，台湾的产销技术。你拢有参加经济，拢有参加这个合作社，拢有参加产销班。咱台湾农业产销技术是非常好。然后呢，安排咱的人过去甲伊教，咱的品种过去，安尼都无够，过去甲伊教，啊，咱落肥，啊，咱改成土，这个土壤改良，啊，咱用水，啊，咱来用一个适合台湾的品种。伫个中国大陆生长的环境，啊，然后呢，咱的水果、咱的米，全都去遐种。种了呢，因就免讲去台湾进口，因从遐就会咱家己去销家己的市场度啊。然后呢，国民党个开放615项，伊遐是全部销来台湾，然后销去日本，销去世界各国，啊，你台湾的农产品要哪生存？国民党政府甲咱讲，无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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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要紧，
讲阮进入去甲中国签，啊，现在转来还阁经过另外一道议，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福茂签完之后，国民党在立法院这多说呢？啊，现在民进党为着甲大家顾台湾、顾市场，却特别甲主席台占起来，啊，然后国民党的张建中做主席，抓30秒半分钟。我无伫主席台顶头，然后就违法宣布都通过。因为安尼，才引起学运占领立法院，这就想做立法院啊。国民党占多数，就敢安尼做。啊，如果这个货嘛，我签开放中国农产品，先开放100项，然后我开放100项。你若讲100项，连名650项，连名嘛开放了啊！本来拢甲咱答应，拢讲，本来拢甲咱答应未开放。即话拢讲，我们会看状况慢慢开放，但是没有关系，大家请大家放心，咱讲咱来放心哦。因为爱国经过另外一，啊，这个官兵就来啊。爱国经过另外一，各位啊，去年，那个福茂，我中国的劳工。中国的干部、中国的资金、中国人会当来买台湾的企业、买台湾的剃头店，这四个会当买。国民党占过半，迄个咱即区的张启臣有听咱讲话无？无。迄个时阵，民进党一定有建功，国民党政府有可能伫压力，北京也压力。来开放中国农产品来进口台湾，所以我李立华伊提出来案，要求讲绝对袂当开放中国农产品。李立华伊接受着，李立华伊表决的时阵，咱即区家己做一个扛把，讲家己顾农民，会刚开始立法委员李立华伊投票，敢有支持讲袂当开放农产品来台湾？甲大家报告，伊迄阵拿手反对。伊哪有徛伫个咱农民的立场？哪有咧顾农民？伊读到博士，伊咧大学做教授，那是伊老因家的代志。但是一个好做优秀的立法委员，不是干那讲去台北有开会，不是去台北有发言，安尼好做优秀。一个优秀的立法委员，一个值得咱信任。在徛伫人民的角度，徛伫人民的立场，徛伫弱势者所需要，而且更多来发言，来推动政策，安尼才好做优秀的立法委员。我来请教江启臣委员一句话，伊的党部就伫对面，爱请伊替我讲这句话，来转告江启臣委员，我甲请教，伊伫立法院打一届表决。是甲国民党的主席马英九的态度无一致。咱迄个时阵马英九咧起大家的电价，咧甲大家起油价。迄个时阵，民进党伊个立法院提案要求讲袂使起价，刚开始委员对伊个主席马英九的立场拿手反对。当咱要求中国农产品袂当开放进入台湾来威胁着台湾农民的生存的时阵，江启臣委员对伊的主席马英九的态度拿手反对。江启臣委员，伊做立委这几年无任何一届会表决拿手，是甲因的党主席、因的总统马英九态度无同的。伊是国民党立委。伊毋是优秀的位，人迄时是高学毕业，也是大学毕业，也是读博士，也是做教授，也是做任何职业，拢同款。伊干那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要甲大家拜托，咱今仔日组织大家，毋是要干那要让蔡英文做总统，要让贾金忠做立委。咱希望台湾会当有一个真正徛伫人民的立场。咱大家推动政策，咱大家推动改革，咱大家会当推动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政府，那安尼要拜托大家。这个时阵，国会过半，
要真正讲的过半，才会当甲蔡英文做伙来推动符合大家期待、符合大家所需要、公平正义的政策的法案。这个时阵，咱需要用这个选举登记第三号的蔡清标来帮咱立法。立法院过半立法院党团，包括得到大家的疼痛，政党票一号的民主进步党的两位，做伙来帮忙蔡英文，咱下面的斗阵的成绩，咱大家做伙拍，让台湾、让台中、让咱新城地区会当更加好。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